要行翻轉頭。咁所以呢啲角色咧，大家一定要重視。今日我哋做嘅咧，就係俾大家睇個樣板，咩武術多嘢喺度，人物可以攞啲光榮，攞啲光輝。我哋咁多朋友嚟支持佢哋，希望佢哋成長，希望佢哋做到追個夢，追到一啲成果出嚟。但係呢個路程唔係一日，我由16歲至到今年76歲都唔追緊，我都唔知道自己追乜嘢，就追咗我最好朋友梁挺翻嚟。咁啊，喺武術界啊，可以講係一個受益人啦。身體不但止，係重要係我交咗好多好朋友，再撞多位大師啦、朱 Sir 啦、澳門過嚟嘅阿趙少龍大師，呢都係我幾十年嘅朋友。咁啊，個個真係粒粒都係明星，見到仲有新嘅朋友舊嘅，我身邊嘅學生。咁我希望能夠做到嘅就係大家知道自己唔係淨係搞個活動咁簡單，係今日係同樂啊，大家開心心，利用今日武術嚟交流做朋友，亦都係。表示我哋中國人有呢個骨氣，有呢個風度，係唔怕痛，唔怕辛苦，唔怕輸，輸咗唔緊要，練好啲下次。多謝大家。現在有請專家顧問展國民大師回應詞。OK， 好，接下來。